哥啊，哎，你明天要去哪里呀？哦，我要去税务局办点事情啦。是哦，哎，那我明天跟你一起去。哦，这样哦。我也有事情要办。哦，好啊，一起去也有个伴啦。哎呦，哎，你怎么坐公车来啊？哎，坐公车来有什么不好啊？啊，又快又方便。而且又不花钱呢、啊、这样啊？是啊，坐公车不用钱、哦、当然、啊、有这么好的事啊？嘿嘿嘿，哎呦，我都不知道，哎，现在啊，到公家机关办事情这么方便啊！哎呀，你哟，落伍喽！怎么这么说啦？哎哎哎，你看那边那个北北，他好像受伤了。是啊，我们快过去看看吧。哦，好好。哎呦，北北啊，您受伤了是吗？您哪里不舒服呢？啊，要不要帮忙啊？哎哎，你住哪里？我扶你回去好了哈。哎呦。我看呐、啊，这位北北，可能是啊，有一点老年痴呆症。这样啊？应该啊，要来报警处理才对了。哦、我赶紧打电话报警好了。哎哎哎哎哎，不用了，你看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就是平安灯啦，就是要预防民众和老人家需要帮助而装设的求助系统啦。哎，我现在就去按啊。我儿子啊、哦、要我退休以后搬去台中住，我今天才发现到。发现什么？在这新竹市啊，这么方便，住在这又快乐又自由的。我啊，要住在新竹市，不要搬去台中了。对了，不用搬，不用搬了，不搬了。新竹市在2011年的11月6号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龄友善城市。这个城市由于长辈的一个打好的基础，那我们可以快乐的过日子。那每天我们新竹市老人家在长青学院有110班的这个班程，而且我们在28个社区关怀中心来专门的关心我们的长辈。那我们有3个乐龄学习中心，每天让老人家在这个地方交老朋友，然后唱歌，然后下下棋，快乐的过日子。那我们希望这个城市是一个对高龄者友善的城市，是一个健康的城市，也让我们的长辈勇敢的、乐观的面对老化。